想当天呢、啊，我再回复一下当天的状况。那一天其实大家在民调的这个原则跟计算方式有争议的时候，其实当时状况我们都跟主席报告，所以当时天本来就是说，这样的状况既然没有共识，我们是不是就停下来，明天再来讨论？那同样的状况其实也是在现在，这样的状况要再讨论，当然是可以来协商，可是重点还是我刚刚讲的，必须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然后接受一个公平的机制。那秉持诚意是我们一贯的立场，但是还是一样，科学就是科学。